经期过后或生完孩子后的宝妈容易头晕眼花、耳鸣、脱发、睡眠不好，可以煲熟地黑豆核桃乌鸡汤，滋阴补血，汤醇香微甜，滋补不上火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乌鸡焯水后用清水洗掉血沫，这样煲汤清亮又不腥。焯好水的乌鸡肉，九蒸九晒的熟地黄，新疆的核桃，黑豆含有大量的钙，红枣，姜一块，加入 2.5 升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在最小火煲90分钟，出锅加盐和枸杞即可。秋季人容易燥上火，这个汤滋阴补血不上火，我每次姨妈期后喝完这个，人都非常舒服，睡眠好，精神好，感觉特别治愈。